我还有多少时间？三个小时。可以唱多久？三个小时。十分钟。好。那好。那个，还是问一下，反正，今天在场大家都是有投票权的吗？都是吗？哈，有人是手投族吗？一个，两个，哇，好，你们参与了那个台湾最重要一次投票，哎，好赞哦，最紧张的一次，哎，那个，大家当天都要记得去投，我相信今天在场各位都会去啦。然后从现在开始呢，所有就是我们这些知道投票有多重要的人的任务，就是去告诉身边的人投票有多重要，然后拉每一个年轻人们都出来投票，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最近一直在想说到底要怎么做，因为其实就是我们大家常在讲说那个政治很烦很讨厌什么的，有一些年轻人甚至不是年轻人，大家也会这样讲嘛。然后那个是一个长久累积下来的，不管是媒体的资讯或者是一个气氛，因为到选举的时候大家就会吵架，然后其实台湾人是一个很勾引的民族，大家就不喜欢吵架，不喜欢那个在那边争吵的感觉，你对我错我对你错的感觉不喜欢。所以我不知道，我还在思考，但我自己会希望可以用，一定要找到那个最温和跟有力的方式来劝大家出来投票，这是我目前也还在想的事情。在我想好之前，我也不知道该告诉大家该怎么做，但是我觉得我无论如何，我还是认为同理心是非常重要的，就你一定要先去了解对方现在为什么不想出来投票，一定要先了解，了解了之后用他的话去钻那个洞，然后去勾起他心里欲望，这样。这是我心里面在想要研究出来的事情，我们大家一起研究看看。你们如果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觉得可能可以有用的说法，或者甚至不一定说法，还是做法什么的，也欢迎提供给我，也丢讯息给我，让我知道一下。好，那既然还有十分钟的话，那我就把剩下两首歌唱完。第一首歌是，我刚刚在试音的时候有稍微唱一下，这首歌叫做《深深的青青梅》，它也是一首台语歌，然后它是我创作以来写的第四首台语歌，这样。然后未来还希望可以写更多，我就只是觉得这个语言很美之余，它真的很适合放在音乐里面，它是一个很粘稠很有诗意的语言，所以希望我可以做到啦，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这首歌叫深深的，谢谢。轻轻的梦中徘徊，改变了年岁，犹原的行孤单，改变着需要努力回头看，但是轻轻的海底，轻轻的遗憾。深深的深爱的伊，深深的深深的打不开，在茫茫的城市，灯火闪闪烁，深深的深深的心，深深的深深的寄望后一个春天。
为了你天平地我的心头顶听着悲伤的歌我不敢说话冷静当个人之间哪会这么简单就破碎当初无讲的话在深深的梦中徘徊深深的深深的海底深深的遗憾深深的深爱伊深深的深深的打不开你茫茫的城市灯火闪闪烁深深的深深的心深深的深深的寄望后一个春天深深的深深的寄望后一个春天